今天到了京都的福建道贺大厦大社，这是一个神社，主要是用于就是说老百姓拜神祈福的地方。这个神社的话是属于就是说整个日本的那个相当于他们的总部吧。对，每天都有很多观光客人到这里来。然后他们就是说进去之前都会先洗手，这是洗手的地方，这是洗手的地方。洗手以后，然后就可以进门了。那从中间上去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每天来这里的人都很多的。这里是那个属于日本的那个街边摊一样的。这里有很多，这是年糕，烤年糕，烤年糕。这是那个家里的摆设用的东西。这个是招福猫，招福猫。这里的神社是它是有就是说有白狐狸，所以现在这个白狐狸的这个面罩就是说销售的挺好。这是五色豆，这是他们的卖礼品的地方。这个白狐狸就是他们的吉祥物。西诺语橘子的，他为了这边学，